已经买不到了，这一包带情侣，中秋节快乐，七八哥上你来，冷爸过来，200块还是一本，哎呀，买二送二啦，料皮来，冷爸过来还是一本，来赶快，200块来，这个没有很常有这个哈，来冷爸过来。来，无买着较紧嘞，这真正无俗啊！我面顶啊，真正是乌白花的啊！来，含税版拢准备了未？200块拢有啊！吼，都有了哦，那我收起来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马基五杯鬼哥。你要什么？香芋鹤，那个要捡回去啦。很香，箱子上面那一箱。我要找钱，快点呐！我叫这行鬼，怎么等你找钱找完了呢？哦，完两个拢要赢的吼。香芋，香芋。啊，叫经理出来。啊，经理没代志。我经理面抢到咩？经理啊，讲什么代志啊？经理嘛是维持的吼，看得出来。这间店的人数不整箱买满，哇！真的啦，没有看一下这个香鱼。我是说真的，今年的香鱼会缺货。以前哦，香鱼七月是真的应该有香鱼啊，整个七月都看不到香鱼。那就我们就知道中秋一定会缺货，而你瞧我今天是提不回来哦，看我先啊，母香鱼，红梅单做不完，终于吹着啊，一包2公斤，2公斤不是两台，就是2公斤，2000公克哦，来瑞丽果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加红梅吧，对啊，瑞沙瑞这好久嘞，没果包，来300块，两个客人而已，共荣，几包拢我哩啊，来300块，五包两哦，还是6包，红梅。来300块，几个银钱？20包，6个而已啊、哦！你今日收几个啊？我讲两个，我一个500。来红梅300，差不多快点红梅。来，有拿钱，谁没有拿到红梅？都拿到了吗？红梅300块，你收两个呀？我拿700银钱是的，我当初700买红梅，哎呦，当欢欢的。来，香芋来了，在那边上，红梅啊。来300块红嘞，剩3包了不？这生动中好嘞，蛮欢乐。来香芋买500块嘞，有蛋的哦。来500块，来这一箱卖3个客人而已，你们拿钱快一点。一箱3个人给买掉了，香芋母香芋，母香芋有蛋的，来500块嘞，只有3位客人，来拿钱快一点，买。对个真，对个行，绝对好吃。来香芋500块，贵个要吃香芋，今日来500。来500，来500，美金的，你也钱卡放的，我做你走的是安怎？我正在看。你在看啥？我咧看钱。啊，我冲的吹，冲的吹，啊，要安怎？来500块来，来3个人给多，来500块来。来3个人给俩，接下来看手干咩嘞？来500块，只有3位。来香芋500块来，来500都来最好两位啦。来香芋500块，金银球啊，盲用闭眼。大只的母香芋哦，香芋500。大只的母香芋哦，500块，母香芋都拿到了吗？母香芋，来500块，安琪收啊未啊？我来喝，来500，最好几个人给，都有了吗？香芋有了哈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来。还要吃阿爸碗，我讲起价起价，我卖起。来200块，五个人去吃，200、300变，来200块阿爸碗来200块来，来上面吃阿爸来，动作快，200块来。来阿爸碗最后3个人给阿爸碗变化黑啊，唔好走啊。来200块拢准备了未？阿爸碗拢完哦。来大哥要来，赶快。来200块，来最好2个人给，今天阿爸有啊哈，好谢谢。来了，我们想啦，鞋啊吼，要用红的其实，我们换鞋啊。来6个客人，哦，这一盘卖6个，不用300了。来，你喜欢吃海北的，一人买1份、2份、3份、4份，随便你买。这盘卖6个，卖4个人给价，这样开300，卖千一分钱。来4个人给200块啊，200块来，要吃虾子的动作快哦。哦，你要买几份？你要吃几份？你自己赶快决定好。来，海北鱼，大家好喽，差不多300几也卖掉了。来，海北鱼200块，拢做咩了呗？有啊吼，来剩两手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后面虾子一大桶，你买不完的。来，我们吃海北鱼200块，拢做咩了啊？几个？来，数钱，前面。6个。来。
卡的七的。来，小晴，啊，虾子稍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好啊。总共也六个七的哦。来，七的，七的。哦，来来来来，今仔去紧的，我这极品啊。那我们吃清炖萝卜猪脚呀。这不是没有你行的啦，这边有你平常时啊进来啦，做好吃哦。好贵。好吃哦，超好吃的，而且胶质超丰富的哦。哦，来，这一包900克，市售150一包。你若要偷开，甲你煮好烧，一包200你吃袂掉啊。来两包，你来两包好啊！清炖萝卜猪脚有没有爱吃？来200块，两包3斤重，1800克，一定要买，超好吃的。阿诺啊，11月14号啊，11月14号。来，动作我目睭歹，然后再下笔几号？大声的讲出来，给你盲听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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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，清炖萝卜猪脚，来三百块的，好啊，无你收钱，无给钱就无买啊。来，加减几包啊？你总共几个跟我讲啦？搁一个，搁一个。一个要几块？我一个没有拿到。好啊，好啊，免搁加啊，回馈一半都来，你的。40、60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停。不要再说了，你搁给钱不爱收啊？好人客路要久的，老师的，两包一百，去客路，一包一百咧买无啦，两包一百，客户你更唔知，你个戆戆。来，回几碗来。走，牛排。你们吃哪会紧甲我讲哈？桃花枝好。你今日是感觉我最用的。来，回几碗卖买500，回几碗开400，300变来200块啊。200块。花出来200块，让你签瑞汤。哦，你平常时啊，你炒，你煎得好吃，来200块啊，花出来200块，来喜欢的动作快，来200块来，来聊聊聊，来，今仔今阿伯要钓花鸡啊，你脚手敢变小黄？来200块来，谁要花出来的？200块跑了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来花鸡啊，你爱甲白好啊，你要跑去，来花鸡啊，200块，多少钱要吃呢？花鸡啊，个人要花鸡啊。我非常诚恳的再问一次，个人没回去啊？那么我可不要变了呀？来200块来，无呀，那么来。200。我今天你别搞别200块，无空去了解啊。来，想吃的动作快啊！来200块，付钱几个？两个是不是？今天回去啊，贵干哪回啊？贵你200块搁你烤炉，来回去啊，200块来，来个省不省不省不省。上午晚上午晚来回叫人一人一盘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来200块，互恁真真，互恁真实，互恁好，互恁差，互恁煮汤都好食。卖你500，卖你400，一盘300块你买袂啊？讲真诶啊，了了恁啊，来200块。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哦。等一下没有那么多了哈，来回叫人200块。刚才那一种网络模糊，突然模糊那一种问题哦。啊，有啊，你收两个汤啉袂啊？有啦。有呀，来回叫人200块来。来，不好意思，只有这边哈，来五杯关闭。没有模糊的问题哦，很难解决啦。用 iPhone 的话很难解决。你们有时候看晚上的直播，你们有时候看晚上的直播哈，赵又廷那个，赵又廷那边的哈，我正在想办法帮他解决，可是很难。你们应该知道我说，的问题。我们这花枝丸真的好吃。来，冷包龙妹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问题。好，来要吃这个吗？哦 ，OK， 谁点的那么厉害？这里哦，花枝小坑啊，哦，这两行拢有标。来来来来，牛小排、雪龙汤、加猪肚、胡椒鸡后。来，今晚来找钱哦。来，还没有找到钱的，1000的，谁拿的？还有一个。来，花枝丸买1000，只给1000买，什么人 ？Hello， 花枝丸买1000啊，爱找800一堆。有买花枝丸的举手。你摕1500啊？哇，什么人？想清楚，啊，无啊，去看回放足欠呢。啊，反正买钱嘛，
二来鹅来存两包哟。iPhone 画面比较好。iPhone 画面比较好。好料啊。好啊，等下要搁套个啊。这个他唔加，画一罐满了，阿叔也是结婚好输的。来鹅来两包过来，来鹅来三杯茶，鹅来无啊？没有咯。这边他们在住。走了哈，来小家庭的，动作快一点，一二三四个客人，来七八号啊，100块来。马太尼啊，马太尼啊。要去外面不？来七八号来。来再两个，再三个，再四个。小军兵你啊。是吧？你吧。哎，你做好未？你看，哦，好朋友，老朋友啊，你。我靠，好无你无你来，飞机后边个有无？然后后边个无啊？来1000个，来帅哥来。来，谢谢你。来，这两行弄个杯对来。这个牛小排雪龙汉堡里面真的是有肉的，有牛小排在里面哦，不是假的哦。哈，来，五位进来，来，这边两件没？当然啦、啊，牛小排。里面刚有牛，当然不会有羊。来，我们再来，牛小排雪龙汤，这两个你那边1包299，而且超有优点的。优点是什么？你回去不用冰，好，不用冰，不用冰，不用冰哦。这是常温包，你别等于不要吃，你唔免放冷冻，放冰箱都唔免，放在你的面存卡，放在你的桌卡，你袂记吃，到明年六月进前会记得到。不搞高话费，你哪会记得？你也卖咩啊？来两包，你免人家1包299，两包就598，598爱卖偌济？我上上买俾500，免500，免400，来300块，一个人拿2包。牛小排、雪龙汤包，这两包加青菜袂平嘛？放心啊，这500足贵的，这两包300你买袂掉啊，500变400，来300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一个人拿2包。牛小排、雪龙汤包，200来，帅不要哈、哦？好，谢谢，真的不会买，你们真的不会买。哎，不是1包2包嘞，1包2包就少啊嘞。2包200块嘞，牛小排雪龙汤，200块，通通的咯。啊，哎呦，这人多钱？有吃牛肉呢哟。哎呦，出来拢替我们上来哟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我来胡椒猪肚鸡来。这个比那个还要大包，这个1.5公斤，刚才那一包1公斤。当然了，牛肉比较贵啊。来，赶快2包，你免500、700、300。来200块来，料料的啦，这不爱喝啊。这一样是常温包哦，猪肚胡椒鸡一样有料。都一样不用冰，来200块来，猪肚胡椒鸡不是一包，2包都给你了，来200块来，也要包好啊！哦，我也要给它分下。来，猪肚胡椒鸡这边没有拿到，来，赶快，来200块来，不用冰，不用冰，这是常温的，你打开哈、哦，加热就可以了。来200块来，来小姐啊、哦、真的有鸡肉啦哦，啊，真的有胡椒啦，猪肚鸡都有啦哈、哦，来200块来。人家讲我袂晓笑，唔知有了无？我来讲，是袂让恁回馈别人呢？啊，无这1包200了，别无。来200，最后一个人家，猪肚胡椒鸡都买到了哦。来200块，来赶快，都有了哦。好，谢谢。来回鸡虾啊，虾啊。虾子包好了，来。等下恁这边爱啥金搞讲。小姐，我买鲈鱼。啊，无看人。小姐，我买鲈鱼，你找鲈鱼来卖。我有鲈鱼片，我无鲈鱼。来，海白拄只送买来。你也袂晓讲哦，我讲着。什么鲈鱼片开好啊嘞？要吗？鲈鱼片就是鲈鱼片，鲈鱼片要开好啊。来，海白个搁一个送无关着，紧嘞，来回起来。这个小姐老面用我边我专家着。来，要食回起的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很老爱哦。超新鲜的来，要吃的500块给我来，来大只回鸡来，500块来，来500两只伤贵点了，按哥你金买哦，啊无一日就卖完了，来回鸡500块，现金钱现金钱，来赶快，真的很新鲜，你们自己看，哇这这么漂亮，这么新鲜，你们真的不会买，来要吃回鸡给你，来500块来。500块回击，来500块来，要给你不用给他呀，哎、啊、不会去哪呀？来回击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要给我你啦，要不要啦？来500块头，来500块来回击，准备啊？两个咩啊？安尼加个啥哩？来回击500块，三五类啊，这回击直接做钱，真系老爱来500，两
我袂敢只削大两个金钱呢。无做一摆我刷唔啦。真正有青的，你看逐只拢吐的，来回几五百。撩你的啦，撩我的，我袂听，我唔知你咧讲啥。真的很漂亮，又大只又漂亮，这花枝啊。到底你们在想什么？只有两个没有人买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个就好了。两个，一万两百六无得买，来五百块金蛋子，唔忙去举手啊，你举手我唔知你要做啥位。我愿意来。老板，可以加酒，加酒，加酒。加五包，五包，五包。好算，五啊。今天五包。一千的谁的？没有，还不好意思。一千的，来下来了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你再找人了。哦，好，安尼六个人给我来，先开几个什么人？先拿钱的来。来上金钱过。好，进哦，进哦。来，过来一点。坐位。来看好了，来开始。到时这五百块了了，我嘛不知啊呢，了了完了。哎，还给不？在板头。来好，阿哥要吃虾啊吼，来小坑啊嘛，买买来。来鲑鱼蟹。来，小姐没有买到花枝来，来五百给我，随便我找，来五百给我。来来。鲑鱼蟹。这里少一只，他也要啊。他、啊、随便我找，他也愿意啊哈，他、啊、就青菜了哈、啊嗯，来，好啦，你不要走啦，好啦，什么信用歪咧，你砍掉了信用歪，哎呦，来三百哦，唔忙一直怀疑我，嘿，你来我这边爱欢喜，带着快乐的心情来，唔忙就讲，大家都会甲你嗨，来，小哥啊，五百块，快乐，快乐啊，笑出来啊，五百块来，小哥啊，啥要吃，小哥啊，一个好。我这一个钓一个时间啊吼，来五百块来，来拢无你啦，先看五百块来金钱我。那个花枝那样卖真的太夸张了、啊，那个大枝的、欸，那个花枝大枝的、欸，那个花枝比你的胆还大颗哎、欸，先看五百，那个花枝比你的胆还大颗哎、欸，来五百块来，小姐对了哈，等一下再卖喽，来，贵是不是？哎，我东西很多了，你们点一下菜好不好？了解下菜，我知你们爱啥子。有啊哈，边啊迄个什么名啊？什么叫做边啊迄个？边啊叫阿虎啊。我板头啦。来，我们吃。你在这板头。五百块啊！你在这板头。来五百块来，来五百块来。来，小姐你好。阿虎啊，你赢一个啊，就是你叫咩？所以讲在这板头。来鲑鱼五百块，要吃鲑鱼。来三片给你，赶快鲑鱼，现在不是这样卖的时候啊！来四片给你，八百块了。来五百块，啊，规矩这样，给五地等于整来，赶紧，来过来五百块来，来收钱收钱，赶紧，来五地哦，恁来，哦，恁等于整过，真好阿姨，来五百块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有，都拿得到，都一样漂亮，来过来五百块来，卡手卡咩嘞，来过来五百块来，谁没拿到的来这边，来有拿钱的拿东西，来叫招呗，好来，过来过来给我。来搞掉啊！来贵，我爸过来有啦。我当然要有东西才能拿给你。你一直甩我也没有办法。来贵，我爸过来，旁边帅哥没得道理哦。来，那个刚才有一个叫郭东兴的，你们早点来啦，早点来。现在我跟你们讲哦，这种下午跟早上是不一样的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来最后一个。因为下午的天气比较热。快卖完了、哦！我怕你们留货比较有风险。对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来现场买。我一包冰给你啦，你卖搞家里来。因为他们装潢，他们比较注重吼东西的保存度。来喝，保存度。所以我是希望你们来现场拿就好了。来，刚才没有买到鳕鱼的，动作快来。他们很注重东西的保存度啊。哦，简称铁板鳕鱼，哦，它是扁鳕，葛林奶的扁鳕下去做的。这细只算你对钱分唔对，唔过这细只足贵哦。以前完全无多康的一只细只算你得千两块，千第三块就多啊，就无遐贵啊。这个上贵，那要只唔免五百，来三百块我来招一个人给金钱我来。
来收钱，来三百好了，来六片给你，来七片、八片、四百块你都买不到，我卖你300而已哦。来十条的，这两条都请你，这边花。早上留货比较不会有问题，下午因为现在天气还算热，来三百块留货的话。来三百块来八袋，到第十袋哩，这两袋我请你。又怕你没来拿，没来拿。来三百块，铁板鳕鱼。怕你没来拿。来三百块，都有三百块条铁板鳕鱼诶，三百块最好一箱啊无啊哈。来铁板鳕鱼还没有买的举手快，来三百弄来哦。来好，谢谢，那好收起来喽。好收起来，来继续还要吃什么？